大家好，我大姚。今天咱们没去医院了哈，因为小泰迪这个手术做不了，现在是医生给我们打电话说，就是原先在那边缺少，就是给小家伙做手术这个骨板，对，要等个两三天时间，他从别的地方调过来，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在医院待着了，就让小家伙自己跟他先等一把，等个两三天吧，等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再过去。然后毕竟咱们小院这边吧，还有那么多毛孩子需要我们照顾。还有就是山上，自从上次咱把桃子摘完了之后，现在咱们的桃行桃园已经就是桃子都摘空了，但是最近就是雨水也比较多，没有桃子的，但是它的这个枝叶还是在往上长很多。然后上次大爷都说了，说是你只要有空的时候，你来回来回把这个树叶得修剪。还有就是咱们剪枝，老妈有时候还给我打电话，但是一个徐州吧，就没办法干了，还得做剪枝。现在毕竟嘛，你看是小泰迪咱们救下来了吧，真的又多了一份责任，又多了一份压力，所以说也不能停下来。趁着今天吧，还行，温度我也不是太高，还行。咱得上山，赶紧把树枝赶紧就修剪修剪去。剪完鱼之后又长出来一些草，把草也得薅一薅，拔一拔。花上地了，对吧？对。然后现在饭也喂完了。卫生打扫差不多了，走吧，咱赶紧上山吧。走，趁着，要不然一会儿中午了，中午都更热。中午更热了，走。有点米了，有点脑袋里有点米吧，有点米了。好几年，还行，然后有点米，那好长，好的吧？哟，那个米了，